投的边边角角跟打者硬拼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有的时候也很难呐、啊。说实在，棒球就是这种控球是最重要的。那往往你说每一个球都要控得很准，也几率不大了，因为毕竟会有几个球会失投了。真的好，今天第一打席是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刺杀。又是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找上的是邓石洋，郑达宏再度是遭到了刺杀，也结束了牛队在四局下半的攻势。这个半局牛队留下残垒没有得分。